刚宝开讲，大家来捧场。今天是2022年的9月29号了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刚宝今天开讲啦，记得要订阅，按下小铃铛哦。过两天呢，又是国庆节了，提前祝大家国庆小长假愉快呀！今天开讲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卖得很好的 iPhone 手机啊，最起码也要凑个流量，对吧？最起码也要凑个热度，要不然赶不到时代呀，对吧？寸过球，篮球倒是有啊，就是篮球能不能投得进啊？一段时间卖得很好的 iPhone 14啊，苹果公司做了一个惊讶的惊喜啊，他说给你提前发货，比如说啊，打个比方说我9月29号在网上购买了一台苹果14， 对吧，那么我就可以在9月30号就能收到这一台苹果手机。第二天呢，手机是收到了，快递也到了，打开一懵逼了，一个月之后才能使用，一个月之后呢才可以激活，如果你擅自激活呢，他苹果官方他说要给你惩罚，说你有些软件不能让你用，里面的服务以后也不能让你用，他就是防止中国的华强北的黄牛啊。买苹果的消费者也是一群懵逼啊，一个月之后才能激活，苹果消费者也很吃惊的，你说对吧？也很无奈的。那么深圳华强北，深圳华强北也要吃饭呢，现在疫情那么大，也不能出去，也坑得到你，租金也要，深圳华强北的租金很贵的，有的10几万20几万都不等，非常的贵，对吧？现在就是靠苹果赚点钱，现在也断掉了。华强北他说靠，他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，现在也很无奈啊，也没办法，遇到这样。确实华强北的手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苹果，现在你像 vivo 啊， oppo 手机啊，你像小米啊，什么锤子手机啊，不好卖，确实这个是必然的，因为手机已上市，对吧？过两天它都降价了，降价了我又亏本了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做亏本生意买卖嘛。之前是有华为手机的，现在华为手机不行了嘛，你只能靠苹果了嘛，因为你有三星手机啊，或者是索尼手机啊，太贵了嘛，因为你手机坏掉了很贵的，你换个零件，你换个零件，比如说屏幕太贵了，一2000块钱换一个屏幕，三星跟索尼真的太贵了，人家买不起，只能说用苹果。咱们呢可以来投个票，到底有女生用的多，确实女生用的多，因为女生用苹果手机的话，因为她有安全感，她比较不是像男孩子一样想要这样，有想要那样，女孩子她用苹果就是一头巾啊，就比较安全。咱们看一下有没有投票的哦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投个票，看有多少男生用，多少女生用，确实女生用的比较多，确实这个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希望你下一次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继续观看我的视频，可以在这里留言，
我会定期过来看。如果不方便留言，也可以帮刚宝点个赞，感恩，再见。